船员万岁，我是影子。我是一个船员，开局就被停电。咋的了这是？紫色在电力室面刀刀了黄色，如果不是紫色就投我好吧，一换一投紫色。继续调查下一个，顺道做个任务。氧气要没了，赶紧去修。那个人有问题，先把氧气修好再说。快！已经被队友修好了。2 hours later， 他俩在干啥 ？OK， 小东倒垃圾了，铁好人。棕粉我在一起，我们都在电力室，然后是棕色发现了小青的尸体，我们三个绝对安全。然后我有点怀疑白色，一个是白色基本上什么都没干，然后呢他上一轮大家有没有发现他没有投内鬼，当所有人都投内鬼的时候他跟内鬼两个人弃票了，所以我现在怀疑白色一人投斧。你说我什么都没干是什么意思？你又不可能一直跟着我，因为这就只有我根本没有道理。混淆视听，在我的观察中你就没有做过任务，这难免让人起疑，更何况最应该做的事情你也一个都没做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我来为大家解释一下，我做完电力间的任务后碰到了小白，此时氧气已被破坏数秒，必须立即去修，而小白却莫名其妙地往下跑去。如此紧急的情况之下，船员的第一反应应该向氧气室的方向跑去才对。除此之外，在我指认小子面刀后，几乎所有人都投了小子，反常的是只有小白和小紫选择了弃票，这个细节我自然不会放过，所以决定对小白多加留意，才发现他既不做任务也不修氧气，简直是漏洞百出。所以小白，你就是内鬼。这次小白投对了。